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YJ18 啊，我们英语域名3w.yjs8.com。今天啊，我们来把这个讲一下可可的这个破解和打补丁啊。那么我们以这个软件为例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软件被 VM 了的话啊，就是你怎么打补丁啊？就是说这个9.5的。那么这个原理已经在网络验证篇已经讲解过了啊。现在发现那个 inou 比较挺管用的啊，其实。它其实就是你如果是异语言的话，找到 inou 再找到退出就行了，比较方便啊。大家如果破辅助的话，可可的啊，如果有 VM，你可以先找一下能不能找到 VM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在内存中找一下能不能找到啊？如果内存中找不到的话，再可以用这种方法。毕竟这种方法比较麻烦，对吧？首先啊，查找这个特征码，这个在网络验证篇啊，大家那个，首先大家要看一下那个网络验证篇的第多少克呢？第34克啊，34克，多种方法信息深入爆破。那个那一节课只讲了方法，没讲如何破解啊。这节课来把这个打补丁啊，方法给演示一下。如果我刚刚说了啊，如果在那个读串中找不到 inou，在内存中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啊。如果能找到 inou，还是 inou 比较方便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啊，好，那么首先断在这儿啊，断在这儿以后，输入账号密码。然后我们单步走，我们上次也说过啊，在那个课程中你可以替换这个地方，但是没法打补丁，我们直接在这个返回道跟随就行了。这个 OD 没有，所以直接按回车啊，在这儿按一下出来。大家看，它其实也就是 INO 这儿啊。那么这个这样讲主要是为了那个啊，主要是为了大家如果遇到 VM 啊，如果遇到 VM 的话，这个如何来应对。这是我刚刚啊，刚刚为了节省点时间，已经写好了的。好，首先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复制一下。这个地方我们跳到一块空地啊，跳到一块空地。我直接用这个演示吧啊，为了节省一些时间。现在是20嘛，然后我们这个样，然后找一块空地啊，Ctrl 加 B。哦，就这个地方啊，找一个空地。我当时找的是20。反正就是这一块啊，就这一块，我们 jump 过来就行了。jump，这样吧，二进制粘贴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 jump 到这个地址，我们单步，大家看，就这里啊，就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是要先把 EX 啊，把 EX 给它补上，然后再写别的。这个应该是这个吧，move EX。就是说，首先把 EX move 从一，它现在是零嘛，然后再把那两句我们给它损失掉的要粘贴回来啊，粘贴回来之后再跳回去啊，再跳回这个地方啊，大家看到了，这地方为了快一点，我就先做好准备了，我们再运行。如果在那个什么，我跟大家说过啊，在 VM 中也可以这样打补丁啊。这种方法主要就是针对在 VM 中打补丁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它 VM 不到啊，这地方它是 VM 不到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再看啊，这地方啊，在这个回车行了。大家看，它还是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不必管。如果它不是在这个地方的，当然我们就要修改了。有的那个验证没有这一次啊，就这个地方它没有，有的有。再一次，大家看出现这个就是校验了。那么我们同样在这个地方啊回车，这儿啊这个地方等它运行出来，运行出来之后大家看它是一，表示不想等。那么我们需要置顶啊，置顶我先给它置回一去，然后再就是90这个地址啊，也是把它 jump 到一块空地啊，大家看。jump 到啊，大家看我是 jump 到它下面了啊，jump 到它下面了，然后把这一块给写上。
也是啊，这个地方是上次上面是木五为一嘛，这个地方就木五为零了，补上这两句，再跳到相应的地方啊，而再运行。好，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管它了啊，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管它了，直接运行就行了。大家看这个样就出来了啊，这个样就出来了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么可可的爆破和补码，不是补码，就是这个。打补丁就是这样啊，大家遇到以后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打补丁啊。好，那么这节课就录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观看。